人的创意是武汉的，园林市就有一名陶艺家江富山，近期就发挥创意，创作出完空系列的陶艺作品，把完空图完美融入去陶艺作品，形成一种真原始的美感，真有特色，而且阁真实用。一件阁一件的作品，拢是陶艺家江富山的作品。这些作品除了大家常常看到的风格，还有一些是江富山近期的特色作品，就好像看到户外石头同样，有一种天然的美感。包括我这个原矿系列，它这个弧线是我们故意呢要把它做一个比较旧手的感觉。那这个旧手是到这边刚好有一个挡住，如果你是以传统的这一种，这一种比较常看到杯子，你会觉得它有点滑手。而且呢，外面上釉它本身就比较光滑，你要用比较大的力量去把它握实。那像我们这种原矿系列，外面是粗的，所以你就可以比较轻简单的用很轻松的方式去握一个杯子。原来这一系列作品，就是陶艺家江富山的完空系列，甲台主人的完空图，甲作品融合作伙，加上各种工艺，和杯啊、甲茶果，不只是真有特色，该符合人体工学，会当轻松倒茶，来去把它磨到最精准的一个尺寸。所以这个呢，我们都要在事先呢，先把尺寸设计好，事后再去把它磨过。这个是我的原矿土的这个云杯，云杯的话，我们注水就是这样子注，它也会很精准，这样就断水，它就断水了，它不会往下面流，这个就是我们，要去考虑到一个实用的茶器具的，这样子，这样子你让它停，它就停了，它不会留在下面，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一件我在做茶器具最，基本的要求。原本是工科的学生，后来在40岁了后，决心要做一个专职的陶艺家。多年来用心创作，每一件作品除了要求美感，也要要求精准度和实用性。尤其是这种完空系列的作品，看起来就亲像是大自然的作品，却佫结合人体工学的设计。台中华新闻综合报道。